大家好，这里是艾奥科技。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台 iPhone 6的无前置摄像头照相的这个故障维修案例哈。因为这个机子呢，可能是一个同行发过来的，他还顺便发了几个前摄像头。他说他自己在家里更换过这个前摄像头啊，他说应该是确定好的，但是换上去呢还是不照相。那么借此这个机会呢，我也给大家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啊，一起来分享一下整个摄像头维修的这个完整的思路。好，首先我们先打开摄像头看一下啊。好，后置是可以拍的，然后呢前置啊。好，当打到前置摄像头的时候呢，它就卡死了，黑屏了，没法切换。然后呢我们又切成后置啊，又切成前置啊，它就是卡死的状态啊，只能说我们重新再切一下，把它删除。后置单独是可以打开的啊，可以打开的，可以看，然后可以动，然后呢前置就是没有了，这么一个故障。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接到机子以后肯定是先从外配开始排除，但是这个客人呢他已经帮我们排除了这个外配哈，因为他说这个摄像头确定是好的，那所以说我们就要直接找到主板的这个前摄像头座子，然后对它进行测量。那么在测量之前呢，我先打开图纸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是如何去测量，如何针对性测量。好，首先我们把图纸打开，这个是后置的座子，这个呢是前置的座子。那么在我们六代的系列，包括六 P 哈，它的前后摄像头的主供电呢都是一路的啊，就是它们是共同一路主供电，是由这个芯片叫 U2301 啊转过来的一个 2.85 伏的供电。那么这个电又是怎么来的呢？它是由这边啊，这边是 B 加，也就是电池哈，电池把电给很多芯片，当然也给这个元器件，给这个芯片。那它拿到电了以后呢，在内部转换成一个 2.85 伏的电再供出来。通过这个点既给后置摄像头座子又给前置摄像头座子啊，也就是说这台机子呢它是后置可以打开的，然后前置是打不开，那么跟这一个芯片呢主供电的元器件就没有关系啊，因为它们有共性，既然后置能打开，那前置肯定是能打开的，就是后置有电，前置肯定也是有电啊，如果说是后置前置都打不开，我们才去考虑这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用去考虑它了。那怎么确定你这个有没有电？我们只需要在这个电感相通的这一边啊，就是这个电输出到这个末端位置哈，去测量对立阻值，或者是测量到这边的通断，如果是通的话，那这个电呢是肯定可以流过来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打开一下这个前置摄像头的一个方框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前置摄像头单独的一个方框图哈。那我们先看这边，首先是电池座啊，然后呢给这个充电管转换出 B 加的电，给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芯片哈，它呢有四个角，一路是主供电，另外一路呢是连 CPU 的啊，我们看这边是 CPU， 然后呢转换出一个 2.85 伏的电，通过一个电感给前置摄像头的一个座子去供电。那么它有了主供电了以后，当然还有需要其他的辅助供电啊，由一路 1.8 伏是由主电源给过来啊，通过一个电感到达第五角，然后另外一路呢是 1.2 伏通过一个电感到达第六角啊，这些呢全部都是感应啊附送化之类的啊，这边也都有写过啊，这个就我们就不用去看了，跟这边就没关系。那么就再是这边，那这边的话呢，这个是到 CPU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是吧，一个总线的时钟总线的数据，然后呢一个是它主时钟，然后再一个关闭信号，都是通到这个 CPU 当中的。那这边呢还有一些是它的这个数据哈，全部都是由 CPU 通过一些排感来给座子，然后传达到摄像头上面来进行一个控制的。那这边呢我们就不需要去管它了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实际维修当中只需要找这边啊，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十一十二十三啊，这十三个点的这个对立阻值就可以了，然后他们的这个通讯的情况。好，那我们再切回这个点位图，那现在已经不用去考虑这个主供电了，所以我们只需要考虑前置摄像头它这个单独的一些信号啊。那这个座子比较简单啊，看这个座子的话会比那个方框图要更好修一些吧，我个人觉得。然后你打开以后会发现它的主供电在这里 2.85 伏，然后这边有一个 1.8 伏的电，然后它左上角呢又有一个 1.2 伏的电，然后呢六路通排感的啊，通排感通 CPU 的，这一二三四五六通这边，然后这边都通 CPU 啊，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然后在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它的主时钟，然后呢一个总线的时钟，一个关闭信号，然后一个是它的这个总线的数据啊，就这么一点啊，其他都不需要去考虑了。所以那我们接下来就给这几个点进行一个测量。好，我先把这个机子拆掉啊，像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先不用把主板拆出来，
因为同行修的，而且前摄像头呢它没有到后面去，基本都在这个板面上。那我们先对这个桌板进行一下测量，所以可以先不用拆，但电池一定要拆掉啊！电池这个扣子一定要 打掉，不是把电池整个拿掉，是扣子拿掉啊，因为带电不行啊。好，我们放行下面操作下。哇，它这个机子可是真的是一个大同行修的。来，我们仔细看一下啊，螺丝座下面已经飞了很多的线，然后这边显示座下面呢也都被短接了，然后这边还飞了很多线啊，这边也飞了很多线，那就是说这个人可能还挺厉害的啊。咱们先不说这个手工怎么样哈，肯定是会修的一个人哈。那我们先不管他，我们按照我们正常的思路来维修。好，我们先呢拿这个万用表，然后我们对这个前摄像头的对立组织进行一个测量。这边是它主供电，哎，有啊 ，OK， 1.8 啊，有组织， 1.2 好。然后这一排呢是排感啊，我们可以先测量，因为先确定看 CPU 有没有问题。OK， 哎，这里没有哈，也就是这个排感的这一条是没有组织的，那就证明这个排感肯定有问题，或者到 CPU 之间了。那我们先放一放，把下面四个测一下，看还有没有问题啊。然后是这边，这个是接地的哈，这边是接地，这个四个哈，好，都没问题，那这边都没问题哈。也就是说呢，它这个前摄像头刚才我们测了一下啊，其实很快就扫出来了，总共就是这么几个点，那所有都没问题，唯独有一个问题的就是一个排感通到 CPU 的地方的这组上面测呢是没有组织的。那么接下来肯定要到这个电感的另外一头去测一下，看是这个电感的问题还是这边到 CPU 断线或者虚焊了，我们再测一下。那我们直接在这个排感的这一头测哈，把它竖过来啊，这样好测一点。哎，是有的哈，看到吗？471跟这边是一样的，这排感的所有的组织都一样。那470多，474，这边是没有，这边呢471啊，差不多，差一点点的。那就可能是这个电感损坏了，或者是他在维修过程当中没有注意到这个点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直接把这个电感先不用去更换啊，就直接把这个地方的点跟这边地方去拉一根线啊，就直接搞用铜丝拉上来，我们看能不能照相。好，我们给它先焊一根线啊，因为这个地方呢到 CPU 的通讯哈，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就是断开的话肯定是没法通讯了啊。我们先焊一根线试一下，确定一下能不能照。好 ，OK。然后另一边，这边呢线头有点长啊，把它搞掉一点，要不然它可能会搭到别的线上。这个位置啊 ，OK。然后这边还有很多的焊油，它都没有清理啊。那正常我们维修完了以后呢，一定要把这些焊油给它清理干净，要不然那个焊油久了以后呢，它会导电。你看这个焊油的品质吧，这边我得加一点焊油啊。好，然后呢再给它焊上去。好，这边的锡有点少，可以加一点。好 ，OK 啊，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切断线呢，再测一下看对立组织有没有给过来，如果有的话我们先装上试一下。好 ，OK， 我们测一下啊。哎，有了啊，是吗？两边都有了啊，都有 ，OK 啊。好，那我们先试一下哈，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再去给它更换一个这个排感，然后这样会更稳定一些，毕竟要走数据。先装上机子，好，开机试一下啊。好，我们再打开相机试一下。哇，这个机子好卡啊！后置可以啊，后置可以，然后前置呢？好 ，OK 啊，前置也是可以了。看一下我们摄像大哥，好 ，OK。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把它这个电感给它换一下。哎呀，其实换它这个电感呢还是比较麻烦的，这个排感哈，因为它这补了线，我一吹的话这个线肯定会掉，但是我还得给它重新肯定要补一下。没关系啊，我们还是先把它拿掉吧。不过吹也可以不吹啊，突然想到给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因为之前没有讲过，我们可以用烙铁啊，
用烙铁直接把它烙掉。用烙铁啊，从这边开始。反正各种方法教给大家用一下。OK， 这就行了。然后呢，用这个尖一点的头把这个多余的地方给它清理一下啊。那这两边不是这个东西掉了吗？它是其实内部其实有点碎掉，看到没有？刚才我这个烙铁一碰它就断开了，然后把这边给它清理一下，对吧？等一下好上锡。OK， 然后再把这里清掉，还有一点点啊。所以不管是检测呢还是维修呢，尽量大家都细心一点，不要到时候返工啊，很麻烦的。好 ，OK， 然后把这个坏的扔掉，我们拿一颗过来装上去啊。装完以后我们还得测一下，把这胶搞掉，再放一点点新鲜的焊油，好焊一点，不要太多 ，OK。放在这里哈，然后给它吹上去就可以。好了 ，OK 了，然后呢，我们再打一下这个对立组织哈，看它有没有给过来。这边有。油啊，因为现在是稍微有点热，所以它组织比刚才会低一点，你看它会慢慢上来的啊，会慢慢上来的，慢慢上来的啊，这一点大家应该知道吧。好 ，OK， 其实呢我觉得上一家应该是会修的，但是可能在检查上面没那么仔细啊，没有发现啊这么小的一个问题，然后自己没有去检测到，其实觉得还是蛮可惜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以后在维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仔细的去检查，多用望远表去测量，不要一上来就直接干哪个去听别人的案例啊，看别人的经验，你一定要通过你自己的表去测到你确定有问题的东西，你才能去下刀子。你不能很随意的，很随意的话不仅对这个主板造成了这个第二次损伤，而且还会给我们后期的维修带来更多的麻烦。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可以给我转发点赞投币，那么我们下期再见。